Good morning, everyone. 我叫赵雅芬，我来自 Burnaby South Secondary School。我们现在是在本纳比，我现在是十年级。来到这个学校，这是我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年，但这是我来到我加拿大的第三年。我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，然后也有很多的老师，他们都非常的关怀你，然后他们在你不会说话的时候，不会说英语的时候，他们会非常非常的照顾你。然后包括这边的同学们，他们都不会因为你说是国际生，他们就会远离你，反而他们会特别特别的帮助你，他们也非常有耐心。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学校，一起来感受这个学校的文化，来感受一下加拿大的文化。